三火锅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创意火锅连锁品牌，结合了火锅和烧烤，已有三家门店，谷歌地图评分 4.8， 深受中外顾客的喜爱。店内挂着一个巨大的月球，装潢超酷，堪称纽约最潮火锅店。他们最近更换了 Chowbus POS 系统，老板直言 Chowbus 系统帮他们节省了起码一半人工，帮助非常大。快来听听他的真实使用心得吧。那您为什么会最终会选择 Chowbus？有几个原因吧。嗯，第一是你们这边 iPad 点单呢非常方便，等于说现在用 iPad 点单的话，我们节省了很多人工。对，然后客人的话点单也比较方便。嗯，第二点就是你们这边已经有一新开发了一个会员系统嘛。对，这样的话是可以有很多回头客呀，还有一些可以发一些促销一些或者是我们宣传的一些东西。 OK， 就可以拉一些新的客人过来。 OK， 这是第二点比较方便。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每个家店都有一个外卖。嗯，然后你们有一个外卖的一个整合性。 对， 对，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。 对， 对，总的来说就是省人工、简洁、方便。用了超半的这个系统之后呢，您觉得大概您能省多少人工？对，最少一半。最少一半？对，那时候现在餐饮行业请人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对，对于几年前来讲的话。对，所以说我们非常开心能用您这个系统。对，真的为我们省了很多人工。还有就是我对这个 iPad 讲一下，就是说因为我们中餐呢有很多像我们外国友人他们过来吃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的菜品。对，所以说我们有 iPad 的话，客人完全就可以自己看啊，这是什么什么菜品，而且菜品下面也可以有备注啊，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适合涮啊，适合烤啊，这一点非常好。还有一点就是像我们传统的店以前的话都是用纸质的菜单。对，一是比较浪费了啊，也不环保。嗯，对。第二就是我们随着产品的价格更改的话，你们这边随时联系随时改就特别方便。对， OK OK， 这也是一个省人工。以前我们传统的店可能客人买单的时候是吧，你叫一下买单，客人账单拿过来以后需要走到收银台啊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去结账。但我们现在的话就完全是可以客人坐在这里，我们服务员过来到当面服务。对对，你就直接买单，刷卡呀还是付现金都可以，然后客人整个用餐体验非常好。还有一点就是说刚刚像你们的菜单的话可以中英文切换。对对，你像我们中餐馆其实有一部分人他是过来的客人啊，包括或者我们请的一些服务人员，对，他们有的只会中文或者只会英文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是比较方便的，包括方便于客人方便于服务人员。对，针对会员那边的话这边有个功能非常好，也是我们因为公司要发展的方向需要的一个东西。 OK， 就是说会员跨店支付的功能。 OK， 对，我看到这个功能非常好，因为我们现在暂时是已经有三四家店了。 对， 对，有第四家店正在马上开业了。对，第五家店正在筹备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会员卡以后肯定是会几家店通用的，这样的话客人比如说在二火锅充值了，他完全可以拿到三火锅或者另外一家二火锅去用。对，这完全没问题。对，客人就很方便。对，那我问您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之后的店是不是全部都会用超巴斯的？肯定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真的。也就希望你们能开发出更新更能帮助我们餐饮人的一些新的功能。一定的。就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为餐厅解决他们头疼的问题，包括提高效率这些。对，现在能节省您1/2的，可能之后会节省的更多。希望就是说餐厅就是说只需要管把菜品做好，然后剩下的我们来帮您去解决。对，希望反正就是这个我们能一起合作共赢。可以。好的好的，非常感谢。没事没事。